鸡翅。鱼翅，你刚讲鸡翅。三种口味试试看，原味。鸡头芒和鸡头鼠。塞成这样，只有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走的距离，对不对？酸酸甜甜的。哦，可以学煮啊，没有啦，加不加好吃？干贝不切，不要切太久。自己好好休息啦，谢谢啊！谢谢，来感谢你。是啊，嗯，他想睡觉了，他累累。好可爱。啊，这个还是什么？来 ，Q Q 好吃的哈。香吗？香。大石头。这家店看起来不错，哦，去年的专卖店，好可爱，那破掉了，这个哦，还有两颗奶兔，嗯，其实为什么这个好可爱，还是这种比较适合我逛，你看。这个还不错，被收起了。对，两个吃那个。水管干嘛？水管。这是干嘛的？这是这个等白色的辣椒。这是转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煮猪的胡椒罐。好吧。这样。还有喵喵的。喵喵的。哦，要熟哦。我们可不可以去王？我们可以去王宫了。可以了。好，是西瓜，西瓜粉，它可以进我。那它有颗粒，它真的可以加。产鸡塔是什么？发财。不是，你要穿这个袜子的。不是，你要穿这个袜子。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像你穿这个袜子，就会很像是你的脚被这个鳄鱼咬到。这怎么那么可爱？它是假模型呢。哇，排骨。妈，看你今天看到的那个。对啊。哦，这是杯子，爸爸，你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好可爱。好漂亮。我记得的话。妈，我看到下。这个好好看。白菜。嗯，好漂亮。吃饭都觉得哦，我这饭很好吃哦，对不对？感觉饭会很好吃。走。对了，我明天要吃麻辣锅。好漂亮的店哦，我们出去看看。好。还是你先用这个，代替用它代替盐巴，直接撒。很有时尚感的香料店。我觉得如果你要分享，我觉得这款也很棒。它的话，它是用那个清茶里面放一些花椒在里头，所以你闻的时候可以闻到花椒的香气，喝的时候舌头也会有点麻麻的感觉。哦，好。对，那有兴趣这款，我觉得外面很比较少见，可以试试看。好。对，这个外面因为桂花乌龙还蛮常见，只不过比较少看到会放孜然在里头，这样。有兴趣都可以闻闻看我们的，我们就是这个，好，桂花孜然，它一瓶是80块钱，对，嗯，好香，那个是热茶，这个，我要喝这个，好，你要喝热的还是冰的？冰的，谢谢。那个外，好凉。怎么样 ？How is it？ 还可以，还可以就是还好，对不对？桂花味道蛮重的。竹木造花，妈妈最爱了。这是过滤的，对。这是杯，这是不是杯迷豆子的？
很棒。哦，好多人。那是汤圆。看看，这是有棉花。这洗碗的啦，不啊？哎，这个不错哎。鲨鱼要配这个。鲨鱼的鱼肉，好可爱。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，这么多人排队。那是老阿婆。哆咪，哆哆咪嗦嗦嗦，哆啦啦啦。这是什么？猜猜。猫咪。这是动物的眼睛枕头，好可爱。是。这好重哦。对，那只好可爱哦，它是布做的哎。镇店之羊。这是布丁哦，然后你的汤匙跟筷子这样子，然后就说啊，吃饭的时候说啊好，打开，真麻烦。好，好，你问了风，以前穿花是不是？要记得剥壳哦，好可爱哦。然后他请大家吃自己锅。又喝热吗？等一下，那个大稻城。